耶、yeah! ！Hello， 大家好。嗨，大家好。我是蔡哥，我是嘉娜。好，我们这不要说突然要给我搞这一招了。我们上次那个影片哦，非常多人喜欢。谢谢，我看到你们说我比蔡哥好小，我就觉得哦，对啊，没错。最好嘞，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被你圈粉，女生哦，然后还特别去追踪你的 IG。我看到很多女生来追踪我的 IG。追踪我的 IG， 对，因为以前我的粉丝大部分是男生，然后我看到有女生，我很开心。赞！然后我们等一下呢要去射箭，听说嘉娜在学校好像有学射箭。对，现在我上射箭的课，所以基本上比我们还要强一点点的感觉。我希望我不会丢脸。然后呢，我这次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两个都换了新的手机壳。因为我们这次那个 BitPlay 他们提供我们 Wonder Cats， 你的是几代？我是11，我是12，然后呢，他的13呢？我只有11，你有12、13，所以我们要努力拍片呐、啊。对啊，你要算我，而且我生日的时候两天以前，你连生日快乐都没有跟我说，就是算是朋友吗？算是朋友嘛。好，那我们业配的环节先放在旁边，来，你拿着，我拿着，你拿着，拿着，因为呢。前几天我才发现说，原来你生日啊！想说隔天又要拍片，没送礼物很尴尬，所以哦，太尴尬，我会哭。我就去买了这个，谢谢。因为你刚搬家，这个可以放在门口，那个招财的。对、啊。然后这个是健康，然后这个是金钱。谢谢。少在那边嗯啊，好。对不起，蔡哥，但要还给我礼物。拜谁拜谁，拜谁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 BitPlay 它这一次的13的这个壳呢，它比较轻薄，然后而且它很透，可以看到里面是什么状况。这边呢也是独立的按键，按下去的时候就会有回馈感，就会知道说你自己按的按钮，每一个按钮都有。它这个挂绳也都是可以随机组合的。我目前用一个礼拜下来，觉得还蛮方便的，因为我这样挂着，我很需要，你不会忘记。哎，对，别忘记，上次才弄丢一个 GoPro 而已。好啦，大概介绍到这边，最重要的。就是我们要帮大家呢测试看看这些约会的场地适不适合，然后再经由我们的好朋友嘉娜呢告诉大家说，以女生的角度这个场地来约会的话 ，O 不 OK？ 好啊 ，Let's go。脱单很简单。对哦，对哦，那我再讲一次哦，我们来敞开。脱单很简单。耶、yeah! yeah! ！今天天气不错。对啊，而且不会热、嗯，上次蛮热。也不会下雨。哎呦。新风格的嘉娜，大家可能上次我穿很性感，才个解决我，所以我比较保守一点。上次很多人都担心你会掉下来。对，我看到了，不会，这边能全。这上面乱弄。这个是带我们的祖雅教练。Hello。那教练呢？我们第一步要做些什么事情呢？先看个安全讲习影片，之后会带你们上线做设计。好，那就麻烦教练了。现在看完安全讲习，要带这个护臂，这个怕那个弦打到我们自己，对不对？对，很痛，很痛。好，吸不起来，我们还有别种。下一个要去减肥。对，他可能对了，饮料上面喝的有点太多了。好，我们要来练习了。对，然后手放松，好拉，好放松，放松，好，摇低，摇低，摇低，再低一点，好放。哇，看了没？等一下，你是瞄那个靶吗？快四分，应该是算是四分。这个压线会算高分。所以你十分，他十分，他设计是十分。第一次是九，这是十，十九，八八七六，这是六分吧。可是教练，他原本是要设这个的。哪有？我原本要设这个，但是你原本设这个。对，我保守一点，好不好？我怕你会怕。我要设这个左边的。左边的是那个第二个吗？左边这个啊，我跟你同样的。哎，我攻直接拿反。教练，我射手座有没有加分？应该有哦。应该有。是放在它的中间吗？下方，然后推到底，然后左手伸直。好。轻松握着就好，然后右手手都抬高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帅哥先生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刚刚。我就是很怕，哎呦，怕给你难看呐、啊。毕竟嘉娜是我们来宾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在打仗的时候是最安全。打仗的时候，他这是头、欸，哎，他直接挂掉、欸，哎，你这边可能射到他肩膀，对不对？嗯，你自己说。我们等下最后比赛输、啊、了，哎、欸，最后你知道我上次欠你饮料，还在等焦糖拿铁没走。焦糖拿铁，好，这一次是晚餐。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？日式高级料理。对，没错。
好的，我们现在到我们决赛的场地了。重点是它有气球，那我们等一下如果把气球射破了，就加五分。然后我们比赛六支箭，那输的人就要请对方吃一顿饭。想吃什么？你现在也没有信心哎、欸？没有，我刚刚。你可是有在师大上过一堂课的人呢。只有一堂课。那一堂课表现得怎么样？老师说很棒，慢慢来。不先无大气，对对对，好，那我们两个就不先无大气，那么大气，我们加油。好，那么大气，那么大气。现在呢，我跟嘉娜呢，就要在这个射箭场进行最后的这个比赛。你准备的怎么样？我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实力来见真章啊！你会不会怕？我不会。Nearby use， nearby use 就不会怕，不会怕，对。Yeah, nearby use. Yeah, nearby use. 好凶哦，听起来好凶。好，来，好，等我一下，我最后确认一下有在录哦。好，这边也有吗？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好，来来来。你先。我先吗？我如果射到气球加五分哦。哎呦，现在风在吹哦。OK 啦 ，OK 啊！最红中的五分兵，啊！我要哭！不要怕，我怕，已经开始怕。哦，力量还太小，射气球给大家看。哦哟，红色。嗯，这个是练习吗？这个啊，九分。哇，终于！哇，终于！哦，嘿嘿。哇！气球，气球！啊，可惜！啊，可惜！哇，哎、欸，我已经没了。我也没了，但你刚射到气球、欸，哎 ！Oh my god！但是应该我的学分还是比你少。分数目前这个怎么算？99.5。九九五，九九五，九加九加五。你不会算？我会，23。23。哇塞！哇，这个部分19.9就已经28了，外面这个不用算。哦，我也喜欢吃日式，但是我不一定要高级的。好啦，好啦，我付钱。但是你刚刚射到气球是什么感觉？就是应该已经第二次，就是正常。很简单的，好了好了，那我们等一下再玩一下，就往下一站前进。好，我比定想，我比定想。加赛第二场，我们现在不比什么有的没有的，今天射到气球，我们就可以守人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没有问题。好，哦，如果射到就是我的喽。对啊，加油。哦，差一点 点。有感觉，我这个方向看，以为你要射到了。嗯，谢谢。谢谢哇！不客气。哇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哦。哇！啊！啊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看到了没？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每次都是你？哇，不可思议哦！不管不管，我把这把箭射。现在我变成救济的角色了，最后呢，都还是没有射到气球。哇，你气球真的很会射，哎，你已经射到3颗了，哎。哇，怎么这么厉害？天哪！而且你们刚好说你们那边有一句话是怎样讲？我们有一句话，数字一年一次可以变成强，就是意思，如果你一个很不厉害的人，可能一辈子一次，你会做到一个很厉害的事情啊。就是我这个例子。那像我不会射箭的话呢？如果你玩游戏不厉害，就是意思你可能会找到你真正的爱。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样说，但是有这个说法。哦，好好好，我想要找到真正的爱，故意射不到气球。
屁呀！好，我们去吃饭。好，无比丁下，无比丁下，耶！是，拜拜，下次见。那想请问一下教练，你觉得我们两个如果当你的弟子的话，你觉得比较好？很明显，很明显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一个感觉，不需要为什么。对。好的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的。你今天要吃早餐吗？我今天有小小吃一点点，你没吃，你完全没吃，哇，你饿爆哎！对啊，很饿，很饿。我们去餐厅，之后我们去哪里？要去做手拉胚。手拉胚想知道是什么东西？就是用土弄到一个机器上，然后一个转转转转。我已经很久想试试看这个。而且那个通常要跑去新北市的莺歌，可是我这次找到直接在东区就可以做。很期待。很期待，我也很久没有玩这个。因为你输了，所以去下下一个。必须的。我很喜欢吃这种菜。哦，我输了，我输了吗？不是吗？我们比气球的时候我输了。对。哦，那没办法。OK。谢谢谢谢。你很大方。这个店是我就是上网找的，然后听 Amy 说，因为 Amy 也是很懂美食的，她说这间店非常赞，所以我现在呢也觉得还不错，好像找得不错。对，好吃。啊，你们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？就是耍美的。嗯。所有的 YouTuber 都去那边，大部分不要，不要紧的，谢谢。上班不要看，爱你们，亲你们，抱你们，么？又来，这个已经变他一整套了。啊，真的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观众没跟你讲，他们只有讲你的鸡鸡很大而已，女朋友没有说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他们都知道？那是被造谣的啦。可是你很花心。没有，我不算花心。我是跟很多的女生合作，但是没有喜欢她们。啊，他们也问我，我们有没有？哎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还没。他自己在那边。你们看谁来了？加菜来了。加菜来了，好不好？生活中如果有一些需要这个加强的地方，加菜帮你加菜的啦。没错啊。推荐的话怎么讲？推荐那个餐厅，推荐。没 recommenduje。没 recommenduje。没 recommenduje。推荐这间餐厅呢，讲到 money come and do it， 我有一个东西想要 money come and do it， 大家一下，好不好？什么东西？就是我们的 Big Play 的 Wonder Gas， 好不好？整个壳呢很轻很薄，以外呢它还是均规防摔，就是说你丢啊丢啊甩啊甩不会坏掉。我很需要，你看我的手机都是。哎呦，你如果用这个就不会是蜘蛛网造型，看到它的壳这样装起来，然后这样吊着，真的会想要因为这个壳去换13哎。对啊。你要不要帮我换？你要不要帮我？天哪，很会，我们两个很会不理女生。顺便教大家一句，我刚刚学会了。你的一个大东西跑出来了，叫做 “utph toto bale shoye bipa” 啦。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呢不一定那么实用，我教给大家一句，叫做 “utph toto halo saye bipa” 啦。你的好东西跑出来。你的好东西啊 ，utph toto。Hello， 沙耶比巴拉，就是我们的 Beat Play Wonder Cast， 好不好？那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去射弓箭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假设说我们今天有用肩膀的力量，我们的手臂就不会很酸很累。我受伤了。他就是没有用到肩膀力量，有看得到吗？这个整个凹青啊。所以呢，想到弓箭就想到我们的 Beat Play， 因为你要用背肌的力量，你的手臂就不会累 ，Beat 特不累。比特不累，比特不累的，比特不累的，特不累，特别不累，特别不累，比特不累不累，比特不累，好烂！这个男生在讲什么话？害羞，在餐厅旁边好多人，我不好意思讲太大声。没有，他害羞，因为我在旁边，跟别人完全无关。好，那我再跟你讲，兴致来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在吃饭的时候，尤其是台湾人都喜欢加盐巴？为什么不知道？因为大家都喜欢加辣。加辣？是我？因为盐巴里面有辣。啊哈。辣，你知道吗？
你不知道？没有，不知道。盐巴里面有钠，你不知道？好，有，我知道。这么敷衍，这是敷衍什么？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你们说我比他好笑很多，我现在才知道了。你要带我们去哪里？哇，我的家。就你的家？我们要去捏陶土了。哇，很漂亮的感觉，我们今天的店都很梦幻呢。期待，期待。你们好，这边到，这边到。好，我想做酒杯。酒杯，璇璇老师要带我们去挑你要做的东西。这个是碗，这个是拉菲碗，这边是小口，小口瓶。这个好可爱。那个可以，你喝 shot。shot， 用这个喝 shot。这个用喝 shot， 对。我想说我可以做花瓶，但是没有人送我花。不用这种可怜的形象，这不是可怜，可以去买个干燥花，就是、干燥花，我自己买，对，塑胶花或是乐高花，最近很流行乐高花。谢谢，谢谢。那我决定就是马克杯那种的。好，可以，好啊。你说像这种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的是哪一个类型？我的是这个。哦，简单的日式茶杯，就是乌克兰酒杯。哎，所以你之前没有做过陶土系的这种？没有，没有。还有，对，那我们一样就可以脚踩一下下，然后边拍边转，速度要慢一点哦。哇，好久没玩了，在国小在玩的。我感觉我超级快。我感觉刮到一堆土起来。我也是，对。喂，我知道什么？完了，你也一堆土不见了。我们原本想做大杯子，现在剩下那个试喝纸杯。嗯，所以我做了什么？没事，那就再转一下。哎，我发现老师一个人玩三人份，很辛苦。好的，现在感谢那个加纳的经纪人帮我们掌镜，因为我的手没办法去碰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开始要转动，做出杯子的深度了。那璇璇老师，按照这样的一个表现哦，你觉得我们两个谁比较有这个熬艺的天分？我觉得是他。啊，台湾果然是一个虚假的社会。没关系，彩哥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！你快做完了。我是变成个性的。你害怕你认不出你的产品？你看你的作品很明显。我这个就不用写身份证了。啊！哦，你破坏了吧？我一定是被老师刚刚的影响了。怎么影响？他说你没有天分。对啊，学校老师说感觉他比较厉害哦，我心里受伤了。Oh my god！ 你有玻璃心吗？我可以送给你我的杯子，你不会哭吗？我的杯子也可以送你啊。谢谢。OK， 好了，那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先去洗个手，那就可以再做下一个。哦，我很快，是不是这个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作品。哎呦，你的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酒杯，乌克兰酒杯。那我的这个是？就是台湾的酒杯。这可以喝一百杯吧？就是一个课程的时候，一个人会有几块土？看大家的速度，大家如果做得快，那就可以做很多。哦，所以不会只有一个就决胜负就对了。对啊，不会是只有一个。所以我这样子还不用太担心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不用太担心。而且老师刚刚没有手把手教我。好，那等一下下一个我会帮你教你的。你跟他们拜拜吗？没有，我帮自己加油。五大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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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大曲？可以吗？怎么感觉不太对劲？对，但是你中间有已经有在定中心的感觉了。老师，那你玩陶土，你一定有看过那个炼香，对不对？炼香是什么？老师那年纪有够大吗？我觉得你的观众应该不知道这个吧。可以啊，我观众蛮大的，我观众很多老人。完了，开始个性化陶土了。这样其实蛮棒的。哎。嗯？老师说我蛮棒的。哦，不错。我同意。你刚好认真哦。我对啊，我平常都认真。那你平常的时间比较短暂一点。我们现在呢，已经到了第二块土中后时段了，还是依旧需要那个璇璇老师的帮忙。还是没有改变，这个超难的，因为璇璇老师也说他第一次弄的时候也是比较不好看，他鼓励你而已，没有是真的不好看，真的拿不出作品来。哎，你很懂台湾人呢。对，我很懂，这是客气，礼貌。如果老师跟你说哦我很厉害，你不是的，你就不会第二次来这边。我们被话术了。嗯，没
对不起老师，我乱讲话。老师可以追踪他哦，他的 IG 限动很夸张哦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有人问他说，无聊的时候都在干嘛？干嘛？哦。老师直接吓到。好的，第二个的我的蛮特别的哦，我的有一个嘴，然后它的一样，你是做两个酒杯，对，酒杯。那老师，我们接下来是什么步骤？就把它吹干，然后哦，就是一样，刚刚用那个火啊，或是用吹风机的。对，然后吹完干之后，洗完工具，我们就会在那边帮我们选一下作品的颜色喽，帮它上色。好的，好的。霞娜，你这个底下会签名，你想要用乌克兰文对不对？当然不是中文，我学了中文4年，为了今天就是要签中文的签名。对，没错。对，师大中文不闹哦。哎，要不要改成乌克兰文啊？还行啊。什么意思？我的中文不好看？哎，不错啊，蛮可爱的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其实不错哈，很像加女娜。然后就为了哇，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，你很美耶，有点美耶，哇，很水耶。那我要那个安德烈啊，你要我写安德烈？安德烈，可以。你帮我写一下安德烈写在这里。安的嘞，耶耶！我们玩完那个手拉胚了，很好玩。感谢雪璇老师，谢谢你们来。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的作品。但是因为雪璇老师，我们两个都算是有经过你的帮忙非常多。嗯，那你觉得下一次如果我们两个又来的话，你觉得谁比较有可能不用你的帮忙就可以做好一个好的作品？你就凭良心讲，没有做效果，我们这个不用再怕了。真的吗？对对对。那你们闭眼睛。好，闭眼睛。我用拍的，你就可以开始。没有，你好好。我就用碰的喽。好，那个不公平是不是？下次我不回来。哎、欸，老是欺负外国人呢。我受伤了。受伤了。我的眼泪已经掉下来了。那你射箭赢，这个换我赢。好好好 ，OK， 公平公平。老师，那为什么我这么厉害？嗯，因为你的粉丝比较多。闭眼。老师选了你。闭眼。现在跟老师进行一个交换 IG 的一个环节。好，老师谢谢。我们一个月后就可以来拿了，对不对？一个月后之后之类的。对，之后。好。谢谢你们。感谢老师。拜拜。拜拜。Go go go。我们是不是还没付钱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Go, go, go. 差点够掉无限武大曲了，差点无限武大曲。上网找我这一次全部都没有来过，然后我都上网找，发现还蛮多地方的。你们看，上次他带我回家，这一次他就带我这个地方就。哎，我今天这个行程很棒哎，先弄完陶土，全身脏脏的，先来洗了啦。对啊，你很贴心。你的态度一直在转变，我很难拿捏。加纳不是很想要学成语吗？我突然想到，刚刚有一个情况很适合你讲成语。你就说，我加纳，你这个脸怎么都这么漂亮啊？这身材这么好，你就说没办法，因为我天生丽质。我天生丽质，还有什么？假设说今天我们出来约会，还拍了片，这样子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。乱七八糟。不是吧？不是乱七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也是用的不错。成语好像没有强，刚才说一石二鸟。一石二鸟，做一件事情，然后有两个好处。对，一石二鸟。那我再考你一个。好，考我。加纳今天搬了新家，哇，你的家真的是乱七八糟。美轮美奂。美轮美奂，对。美轮美奂。有一件事情非常有趣，加纳呢，上一次我们出去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疫情比较严重，所以还是要戴口罩。然后加纳就戴口罩，大家说啊，加纳脸真的好小，都已经戴到快眼睛了。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跟大家讲，其实他戴的是儿童的口罩，小朋友的，而且小朋友的口罩还是算是大的，你们看，超强的哎、欸。现在要来敷脸、欸、其实我刚刚才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其实这是一个蛮私密的行程，就是你会卸妆，里面好像还不能穿衣服。对啊。
我刚才知道这件事情，有点不好意思。真的有吗？有。但是我刚刚听到一件事情很酷，这段话我们给跟呱吉讲，就是说他们国家乌克兰的总统之前是脱口秀演员。对，他是演员。很酷哦。他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所以现在他可以当总统。大家可以去查查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故事。这个面膜会不会对的？因为我的脸很小，哦、你可以敷到脖子。嗯，对。好看吗？好好笑、哦。还是觉得很奇怪。啊，你这一下自己不会涂面膜吗？很少，但是我们现在我们两个在录影片，然后我们两个戴面膜，其实蛮好笑。差不多了，我们来问一下加纳。三个算是四个行程，射箭，然后吃饭，陶艺，然后跟这个汗蒸木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不错，但是这个我受伤了，所以这个不会加分。射箭你觉得不好？我觉得不错，但是就是我笨笨的，所以我说没有加分到。那你觉得哪一个行程你觉得最棒？以后大家如果跟女生或跟男生出去的时候，一定要纳入考虑。我觉得这个怎么讲？手拉胚。因为就是可以学到新的东西，而且你们在那边两个会很忙，如果你们第一次去以后应该不会那么尴尬。夏娜是很认真在看待我们这个企划，我们今天这个汗蒸木就不行。我觉得如果你第一次去以后，那一个女生会想跟你去这个地方，她会觉得你是一个变态。哦，因为要卸妆，因为要脱衣服。也对，所以今天我们不是第一次约会，所以蔡哥带我这边帮大家测试一下。所以大家第一次约的时候千万不要约在这种地方，但是这个如果是你认识很久了或者好朋友的话，很爽，真的是蛮爽的。刚刚那个大流汗的感觉真的是很赞。好吧，真的特别感谢BitPlay 送我们的这个 Wonder Case， 谢谢，很美。好，那如果说最近换新的手机的话，我真的蛮推荐你用他们的手机壳，你这样子吊着啊或干嘛的，其实很方便，你可以空出两只手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也不要怕你的手机会坏掉的。因为它是军规防摔，然后又轻又薄，然后后面这个看起来像玻璃的这个材质的又不会刮伤，那完全 OK 的嘛。我们推荐。对，我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，虽然说现在这样子可能看不出来我们是谁，我是蔡哥，他是加纳，大家一定要去订阅加纳的频道，然后去追踪他的 IG， 他的 IG 非常好笑哦。谢谢，拜托。爱你们，抱你们，亲你们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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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现在遇到一个大 trouble 啊！我们刚刚没有看到这一排的黄字啊，这边有字啊，哇！我们的车不见了！天啊，完蛋了！原本还算还行，现在整个挫败掉啊，扣分扣到爆了！没办法。大家第一次来拖吊场。对，今天我做了很多第一次的事情。扫车喽！车要回家。要回家喽！哇，你看，这是我们拖吊车哦。他们很厉害。很快，很专业，快很准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巴嘎巴嘎，巴嘎巴嘎，要去追踪加纳哦。Yes。拖吊场的冷知识，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在车门的时候会有这个粘接的贴纸，然后呢，通常拖吊场的人都会把它粘在这个杆子上。拖吊场冷知识结束，巴嘎巴嘎。